着了。嗯，奇怪，我还睡在了我的小床上。嗯，委屈妈妈，小头爸爸。嗯嗯，啊，他们去看电影了。进去救火机呀、啊！上哪去啊？电影已经散场了，请你下午再来看吧。什么？已经散场了？那小偷爸爸和围裙妈妈呢？你这孩子长得奇怪，说出来的话也奇怪。嗯。围裙妈妈和小偷爸爸看完电影又去哪儿玩了呢？哎，我进去玩一会儿再去找他们。过得怎么样啊？太没劲了，我好困哦。那今晚你还再想试一试不睡觉的滋味吗？我已经试过了，我不想做老鼠，也不想做野猫了。九点了，睡觉了。九点了，睡觉了。九点了，你也该睡觉了。小鸭子中我睡了，你也睡吧。小头爸爸，九点了，我睡觉了。明天上午你带我去补看电影好吗？好的，晚安。